在这个范围里面，你可不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最大跟最小发生在什么地方？最大在哪里？最大在这里啊，所以你这个点抓出来，你告诉我最大值是多少？最大值是一哦，对吧？最大值是一，那请问你最小值在哪里？是吗？你看这个图，这个图从这里开始这样上去，然后到这边被切掉，对不对？来，最小值发生在 S 等于多少的时候？看不出来吗？最小值发生在 S 等于多少？零的时候啊，这时候是不是最小？有看到吗？所以来，这个拉出来，这个是最小值。那请问你最小值怎么算？ S 就带多少？ S 就带零。S 带零的话，请你告诉我这个家伙是谁？这家伙是零哦。那负四 cos 零度， cos 零度是一，所以告诉我这是多少？这是负四。懂不懂你在讲什么东西？不是负四，对不起，我讲错。这个地方应该不是负，我看一下哦。不应该带这边，不应该带这边，对不起，应该要带哪里呢？其实带这边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你直接带这里，我觉得就可以啊。带这里的话，其实你看出来最小值应该是多少？最小值就是四嘛，对吧？如果你带，不对，最小值是负四。是不是这样子？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就说你的最小值啊，是不是发生在这里？对嘛？那你就带零度这个地方就好了，最小值就是负四啦。那最大值是谁？最大值就是这个一再乘几倍？再乘五倍啊。所以最大值就是五。简单来讲，这种题目，我觉得画图可以，可以吗？我觉得画图应该是 OK 的。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什么问题？考卷吗？来，考卷谁借我？我。好，你借我。每题都要写三种。有哪一题特别不会吗？什么东西？单选题的第一，下列何者的值最小？你说这种东西哦，sin的十度加 cos 的十度，你们会怎么做啊？说那个零一零负一的。零一零负一。这一题你们怎么做？给个想法吧。你们怎么做？用看的。这个题目其实应该照理讲做法很多啦，但是我觉得或许你可以考虑这样做。所以这些全部都正数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吧？都是正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哦。如果你看哦，如果我把它平方，来，你告诉我它会等于多少？sin 平方加 cos 平方是一，然后这边会加上两倍，对，变成 sin 20度，这样写会不会太快呢？不会，因为
二 sin 西塔 cos 西塔，这是两倍角公式，对吧？然后因为大家都正数哦，然后接下来这里如果平方，你告诉我这个是谁？一加上 sin 的几度？对，很好，来跟着写啊，我现在教你怎么做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这个平方，一加上 sin 的几度？六十吧，对。然后这个平方等于一加上 sin 的多少？八十。然后再来，这个加我平方会等于一加上 sin 的多少？一百度。那当然，同学应该知道一件事情哦 ，sin 的一百度，其实你要可以写成 sin 的几度 ？sin 的八十度。但同学，你要晓得一件事，这个题目之所以可以这样做，是因为大家都是正数，对吧？大家都正的，才能够大家一起平方比大小。这个题目到底要问什么？问说谁最小？哦，问说谁最小？那我问你哦，大家都有一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有一，这个部分大家是平手。那你如果要最小的话，那当然就是多少？赛到二十度啦，对吧？所以这一题答案要选第几个选项？第一个选项，这样可以吗？这种题目有一点小技巧，就是你把它平方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样好不好？没问题啊。没有，然后填充。哦，填充还有问题啊。填充第二题吗？好。哎，等我一下啊。哎，后面的帅哥不要聊天哦。好，来，周总帮我排这边啊。来，填充第二题。哎，来，他说阿尔法大于零度，小于几度？九十度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 cos 阿尔法叫做五分之多少？哦，叫做十三分之五。哎，那问同学一件事情啊。哎，你知道 sin 阿尔法是多少吗？知道，十二分之五。啊 ，sin 阿尔法，对，十三分之十二。知道了。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个条件是，好了，闭嘴闭嘴，来，这个贝塔大于九十度，小于几度？小于一百八。然后他跟你说 ，sin 的贝塔等于多少？五分之四。然后下面写一下，请问你。cos 贝塔是多少？哎，第二象限对 cos 来讲是负的哦，所以是负的多少？五分之三。这样写会不会太快？应该不会嘛。那这个题目不是问 cos 的什么？阿尔法加贝塔。来，这个打开对不对？叫做 cos 的什么？阿尔法。cos 的贝塔加还是减？减掉 sin 的。阿尔法 sin 的贝塔，然后你就带进去嘛。我带给你看哦 ，cos 阿尔法是谁？十三分之五乘上 cos 贝塔是谁？负的五分之三减掉 sin 阿尔法是谁 ？sin 阿尔法是十三分之十二 ，sin 贝塔是谁 ？sin 贝塔是五分之四。哎，这答案算得出来吗？可以。下面是六十五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上面这边是多少？负十五，负十五，然后再减掉多少？再减掉四十八。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是六十五分之负的六十三。哎，有没有算错啊？没有算错。这个题目就，哎，这应该是课本的题目，对不对？它其实就是你要注意这个角度的范围限制。那就这样而已。好，差不多了。OK， 那没有，我都同学问的问题我们都回答完了。那就谢谢各位同学，今天就先这样，来子英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拜。